上官师兄，这等小事，怎么把你惊动？谷主有令，不得不来。师叔神威，一出手就定了乱局。哼，上官师叔威震六十三义子，岂是虚言？尊徒何在？弟子在。尔等可识得老夫？ 天你无耻，不提一万次，微微扩展，从那虎毒加布。他说认识。大胆贼人，胆敢夜闯三江湖！有贼人闯谷，抓贼人，抓贼人！等等。 这边，什么？这精灵莫不是长了眼睛？怎么会无风自鸣？追！追！追！这边！追！这边！
事兄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哼，没想到这贼人道行如此之高，就连吕师叔出手都奈何不得。你的意思？是我无能了。师侄不敢。司事体大，师叔，师兄，还是请谷主定夺为妙。正好，我也有事想云师兄禀报。谷主闭关中，师叔有何要事，就由我转告吧。 不敢劳烦师侄。这么说，杀死愚人族长和深夜庄谷是同一伙人所为了？极有可能。 恐怕是愚人在沼泽中暴露了行踪，被人一路南下追踪，最后牵扯到了我们身上。可知道来者是何身份？那二人行动鬼祟，不曾展露出自身功法。若是当初能夺得天地名师，如今也不至于如此棘手。徒儿有负重托，请谷主责罚。 罢了，那死泽中各方势力云集，你受伤后能全身而退，医术不易。如今有人窥伺，下令门人不得出谷，严加防范。去吧。遵命。 在想什么？没事。如今四灵血阵已完成一半，只要再找到另外两只灵兽为引，我们鬼王宗称雄天下指日可待。是。你先到死泽，我嘱咐你暗中观察鬼力。
他在死泽之中，带领手下周旋于万毒门和欢派，和正道之中。情势复杂诡秘，杀机重重，依然进退有据，并最终与他人联手灭了长生堂，时有大将之才。而且怎样？他在内泽之中突起偷袭，重伤了万毒门的秦无言，心思实在坚韧狠辣。 此子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这些年来，他修习我圣教功法，又有天下无双的邪气伴身，性子暴力好杀一些，也算正常。不过，听说鬼力在死泽与那些正道众人碰面时，尤其是遇到一个名叫陆雪琪的青云弟子，他便有些异样。 何有此事？怎么了？是，他和青云门陆雪琪之间的确有些暧昧。我亲眼看到，在天地宝库之外，面对黑水玄蛇，他冒死去救了那女子一命。